嗱，我哋幫大家安排嘅曲目咧，嗱，第一首咧就係輕快嘅，第二首咧係沉重嘅，嗱，嚟到第三首咧就係浪漫嘅，一個浪漫嘅私奔故事，替橋司馬感文君。咁嗱，故事咧就講司馬相如咧，一曲鳳求凰。琴挑新寡的卓文君，卓文君呢就當然心動了，芳心暗許，連夜呢就私奔，就去找司馬相如。相如呢就將文君呢就帶回去家鄉，成都，兩夫婦相宿相妻。但是生活艱難，於是二人呢就開了一間小酒舖。咁卓文君千金小姐嚟噶嘛，以千金之身咧就當奴賣酒，咁但係咧佢就唔怕人讥笑，因為咧佢深信佢嘅愛郎咧係志大而係才學咧係好深厚，咁咧將來咧成就一定不止於此嘅。好啦，嗱，而家我哋咧就有請郭偉森先生。郭少梅小姐为我们演绎这个浪漫的故事，提桥司马感文君，有请两位。Thank you.
不忍去迟，还须去呀。求话忘掉，然
意空世上之音隐渺专信随风散尽了涛叹改作纷纷啊满安堂要啊不忍无情。
生涯面
Thank you.
色长天，别过轻啊轻，愁大尖。愿公卿秋风任翻过